Zbook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沙子与白狮。开始可以吃比较昂贵的料理是吗？我国中补习的时候，我的补习班旁边是丐帮卤味，我一般都是点四个王子面加一个卤豆干，因为这样可以吃的最饱嘛。但是我最近点丐帮卤味，我发现我会开始选，例如说那个鹌鹑蛋啊、猪肉片，然后烫青菜，然后会点到超过200块以上。我觉得这个是玩音乐带给我最大的好处了。可以先从5:10开始听，因为那一首歌是比较是属于早期的我们。一个它流行度比较够，然后第二个是它的制作的那个精度也比较够的一首歌。那年的话适合待在家也不要出门，因为出门的话容易遇到一些天灾人祸，所以大家要为自己的身体健康平安祈福。我想要做近视雷射，我最近有考虑与整形，最想要整的部分是眼睛啊，就是因为我眼睛有时候很容易掉，然后我就想要把旁边再拉高拉长。我希望未来一年，我主唱可以在采访的时候好好讲话，不要讲一些有的没的，我觉得这样就够了。我不知道讲什么，我感觉我的真心被别人糟蹋。